标，巨城购物中心门口挤满了人潮，个个引颈期盼，准备迎接新竹之光。连续两年拿下 HBL 高中篮球联赛冠军的光复高中篮球队，不过民众期待的还有这个。新竹市长高虹安为了庆祝光复高中蝉联两届冠军，特别和球员一起发放1000份免费鸡排，兑换券不到1小时就被抢光。市长更是亲自颁发15000元奖励金。那领到15000之后怎么花？先存起来，我先交给妈妈。是非常开心，就是有那么多粉丝朋友来看我们啊，然后谢谢政府就是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可以跟市民朋友就是共同一起共享盛举。今年光复小将除了完成队史2连霸，更缔造跨季24连胜，丰硕成果让全新竹市都感到光荣。光复高中真的是我们新竹人的骄傲，2连霸，而且呢跨季连胜24胜，我们 HBL 最长连胜纪录是29，我们现在目标一定是要突破。校长特别感谢市长担任立委期间就大力协助球队争取经费，也非常支持异地训练和比赛补助。接下来光复高中也将继续奋战，力拼3连霸。华视新闻庄明宪、廖一婷、陈义伟新竹报道。嗨，我是应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Thank you.